我们先看一下电视机里面有一杯奶茶，刘谦拿了一根吸管放到电视上面，竟然直接隔空喝到电视里面的奶茶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，太厉害了。点赞之后立马教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大家先双击屏幕帮我们点个赞，我们直接教学。其实我们这是一个特制的道具杯，一共有两个，这个大杯子后面呢，这里有一个小洞，我们提前呢用大拇指把它给捏住。好，这是一个开关，我们把这个小杯子呢，好，放到大杯子里面往下挤压，先把这个牛奶给它挤压上来，像这样。好，这样就感觉像满满的一杯牛奶一样，我们只要大拇指不松开，这个牛奶呢是不会流动的。我们可以拿一个吸管假装可以隔空喝到里面的牛奶，大拇指松开，好，它就会往下流，像这样。也可以像刘谦一样请一个朋友来配合一下，好，让他捏住这个开关，我们只要假装喝的时候呢，他松开大拇指，这个牛奶呢就会自动往下流，感觉像喝到里面的牛奶一样，非常适合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呢表演这个魔术。关注我，每天学魔术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